我们这些都是流传，留下来的。我们这是要经过流水，就是拿菜，要到他们长大些的可以走，找媳妇，留下是很重要。我们这菜不重要，我们也不需要。 我叫那个老舅那个在干呢，忙了那不那些菜了呢。我你那个老舅，我这都没去厂，菜场里我都去呢啊。我不好笑，老娘叫你打不叫那薯条呢？老了。 芦笙只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出土的时候芦笙只有一个音。芦笙过去它是一根管子，把它破开了，然后装上那个竹叶，然后你就这么一吹，它就嘟嘟嘟嘟的。但是那个竹叶呢，它。 过了几天，它不是枯萎了吗？它就声音不响了。那怎么办呢？后来，我们的祖先很聪明吧，他就想了，就做一个黄铜啊，做的那个黄片，一吹，哎呦，它就永远都没有枯萎的那个第一个芦笙，第一个芦笙，它就是只有一个黄。 只有一个黄的芦笙，它吹起来它太单调了，它就嘟嘟没意思，不能演奏其他什么，比较复杂的。所以呢，后来就发明到6个音。到了我这一辈，我的父亲做呢，他就是只做这6个音。6个音，它基本上它就是软咪嗦啦哆啦，软咪嗦啦哆啦，你看。 就这么样，我的父辈他就只能做这个，到了我这一辈呢，就发展到从6个音发展到8个音、12个音、15个音，现在就做到了24个音。芦笙它是要竹子做的，这个是竹子，这个是木头，杉木也可以，或者是那个炊芽树也可以。 这个竹子呢，叫做苦竹，是我们这个地区南方特有的。它这个苦竹呢，它比较圆形，它的空隙呢就不大不小，恰到好处，就它就像那个抽水机那种出水袋一样的。那个出水袋太大了，那个水它就冲不远。如果那个。 出水大呢，它小了，那么它出去那个水就少了。
苗族传统上没有文字，卢生就是苗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卢生能说话，所以卢生词被号称为乐化的史书。卢生呢，它是古老的这个和声乐器，它象征着和平与友谊，它也是苗族人的一个象征。吹卢，我们苗族人吹卢，为什么吹卢生？就如英国人为什么说英语。还有一点就是，据史料记载，我们中国的声族乐器包括卢生，它是世界自由簧乐器的鼻祖。那么比如现在我们现在熟知的这个口琴，它就是声族乐器的后裔。那我觉得就是卢生的这个保护与发展，那么要从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要保护好我们卢生的这个根，守住卢生的传统文化。那么比如说就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个经典和优秀的这个传统卢生乐舞，这个就是我们卢生的根。那么其次呢，就是要加强人才的培养啊，普及卢生的教育。那么比如说从我们的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个阶段开展卢生文化进校园。那在过去就是现在我们贵州大学艺术学院，他们在1982年就是在全国最早开办了这个卢生班，这个理念是非常牛的。我们只有加强人才的培养，那么我们这个卢生这棵大树的树干才会越来越壮。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卢生呢要加强自身的改革与创新，要坚持多样性的发展，要跟着年轻人走，只有这样我们的卢生的这个叶才会枝繁叶茂，我们卢生才会有未来。